新一代 iPhone 啊，终于来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拿到了 iPhone 14、14 Pro 和14 Pro Max， 准备好好去分析一下它们的性能表现。去年苹果发布的 A15 处理器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啊，性能强无敌的同时，它优秀的能效比啊，也帮助 iPhone 彻底摆脱了续航不够好的帽子。13 Pro Max 呢，几乎成为了一整年的手机续航领头羊啊。苹果自己似乎也对 A15 这颗芯片喜爱有加啊，除了首发的 iPhone 13系列和 iPad mini 6以外，今年年初 A15 还用在了新的 iPhone SE 上。然后这还没完，这次推出的 iPhone 14啊，这个标准版用的居然还是 A15。 那虽然说14比13还是好些啊，它是那个 Pro 上的 5GPU 满血版，但是作为新款 iPhone 没用上新款的 A16 还是有点可惜的啊。那今年的 A16 呢，似乎成为了 iPhone 14 Pro 系列的专属配置。那上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我记得好像还是，十年前的 iPhone 5C 吧。那虽然说处理器搭配上呢是有一些争议啊，但在今年 iPhone 的发布会上，似乎也有那么一个小惊喜，就是专门强调了散热。那这个还是我印象里啊，苹果第一次聊到 iPhone 的散热，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在这两件事上。那么第一个呢，是要好好分析一下 A16 的表现，那另一个就是看看 iPhone 14系列是不是真的改善了散热。那我们就先来聊聊 A16 好了啊。那先看它的大核呢，这次的 A16 处理器大核最高睿频大概 3.46GHz， 略微的低于 M2 一点点啊。而在 Geekbench 5里面呢，它也跑出了略微低于 M2 的单核成绩。同时呢，这颗大核的跑分也比 A15 略高。那虽然呢，这次的大核换了代号啊，就 A16 的大核现在叫 Everest 了，珠穆朗玛峰啊。但综合频率与跑分来看啊，这颗新大核从同频性能上来说呢，似乎和上代并没有什么变化。8.1%的频率提升呢，也带来了8.1%的性能进步。那这个感觉上来说，只论同频性能是完全没惊喜的啊。那不过你也别着急，苹果在发布会上专门提了大核的功耗降低了20%，这个听着很环保啊。但是 A16 的工艺啊，只是从台积电的5纳米呢小升级到了4纳米，它真的能够降低这么多功耗吗？那为此啊，我们也专门测了一下单核的功耗。那好消息是 A16 的大核功耗的确比 A15 更低了，单核负载 4.96 瓦的功耗比起13 Pro Max 的 5.38 瓦低了一些。那可能因为我们测的是主板功耗吧，那这个肯定是没有20%那么多的降幅啊。但是如果你要单独去算处理器大核，确实不好说。那性能变强的同时呢，功耗也的确降低了。那我呢也测了一下省电模式，它也是类似的结果啊，大核呢也是相比 A15 功耗略微降低，性能呢则稍微有所提升。那这个感觉呢， A16 的大核啊有点似曾相识啊， IPC 呢几乎没有提升，但是频率却提高了，功耗呢也稍微下降了。这个不就是英特尔的6代 Skylake 到7代 Kaby Lake 的进化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苹果为了让这颗核心跑更高频率做出的优化。那为了确认 A16 架构到底有没有变化啊，我们也跑了一下 ROB test， 发现它的 ROB 和上代一模一样。那可以说 A15 和 A16 的大核在架构上的区别真的很小，而 A16 的大核基本上就是在借助制程优势和一些其他的微调去降低功耗啊，降低功耗才是主要目的。那我们看完单核再看多核，在峰值性能上 A16 的进化幅度还挺大的，在散热背夹下 Geekbench 甚至可以跑到5600分以上了啊，14.5%的多核提升幅度也要大于8.1%的单核提升，这样看来小核应该也超频了。不过多核的功耗呢，我们在首发阶段还测不了，因为 iPhone 在超过10瓦之后就没办法通过电流计准确测出功耗了，我们必须得等到发售之后另买机器拆机。那到时候呢，我们会用假电池测出准确的多核功耗啊。你看我们这么能折腾，这个给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那虽然峰值性能测不了，但是省电模式我们还是可以测一下的。那结果呢，测完我们发现啊 ，A16 省电模式的多核功耗反而比 A15 上升了 0.13 瓦。那考虑到它的大核功耗还有所下降啊，这就意味着小核呢在提升性能的同时功耗也变高了。那我们要不就专门来研究一下小核。那虽然说小核部分的性能我们确实没办法单独测出来，但我们可以借助 iPhone 省电模式它限制大核定频的调度策略，来看看小核能够带来多少的性能增益。
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小核的性能情况了。那我们在省电模式下用 3Workers 的 Geekbench 5 Pro 成绩减去 2Workers 下的成绩，那这个差异啊就是一个小核带来的性能增益。那我们发现呢 A16 的小核带来了588分的性能增益啊，那这个比起 A15 的537分提升了大概 10%。 那苹果这个小核啊真的是以每年 10% 的性能进化幅度在进化着，再加上 LPDDR5 内存的加入，它能有这样的多核提升啊，我也就不觉得意外了。但是我怎么觉得 A16 的这个升级，哎，不像是给手机升级的思路呢？大核 IPC 不变，但可以用更低功耗跑高频，小核继续拉高性能，但是功耗呢也小幅上升。这个感觉更像是给更大型的电脑处理器做的准备啊。考虑到 A16 的架构十有八九会沿用在 M3 上，那我猜测苹果呢或许是把处理器的研发重心转移到了 M 系列处理器上，核心设计呢优先去满足 Mac 系列的需求，而 A 系列则继续作为一个实验田，用来实验新的架构改善和偏向设计。那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去想，这次 A16 的这个设计思路啊就说得通了。哎，看完 A16 的 CPU 部分啊，我们再来看看 GPU 部分。苹果这次一反常态啊，在发布会上丝毫没有提及 A16 的 GPU 核心进步，只说了显存带宽提升了 50%。 哎，那不就是换了 LPDDR5 带来的吗？难道 A16 和 A15 的 GPU 是一样的吗？还真就一样啊。在 GFX Bench 当中， A16 跑出了和 A15 几乎一致的成绩，并且我们无论怎么降温，我们无论跑多少次，A16 这颗 GPU 啊都没有提升。看来 A16 的这个 GPU 部分真的是连牙膏都不带挤的了。那这个应该是历史上 A 系列处理器第一次 GPU 性能啊完全没有提升，甚至在省电模式下 A16 的 GPU 比起 A15 性能还下降了，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啊。好在 GPU 功耗方面呢， A16 凭借着制程的改进和芯片本身的优化，比起 A15 还是降低了一些功耗的。但如此小的升级幅度肯定不是我希望在 A16 上看到的。那内存提升到了 LPDDR5 6400，GPU 的可用带宽还是有不小的提升的。那这个呢也会体现在一些 benchmark 里，比如说像 Geekbench 5里面的 Compute 通用计算测试，那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吃内存带宽的测试项目。A16 比起 A15 在这里呢就有了将近 15% 的提升幅度，但我觉得一般的游戏里啊可能还是会更接近 GFX Bench 的情况。那至于网传的那个安兔兔跑分嘛，反正我也不明白是怎么跑出来的。那虽然提升不大，但我们还是很好奇这个 A16 呢在玩游戏的时候是不是能跟 A15 拉开一些差距呢。更让我好奇的是，这台长得一见如故的标准版 iPhone 14到底堆了多少散热呢？哎，苹果说他们重新做了整台机器的散热系统啊，这个还让我挺期待的。毕竟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 iPhone 的处理器都很不错，但是散热呢却是拖后腿的。那这次 iPhone 14改善散热究竟有没有用呢？干脆我们就直接拿出发热大户原神测一测就知道了啊。原神更新到 3.0 虚拟版本之后，似乎呢压力比以前大了很多啊！你别说手机会卡了，连 PS5 都能卡成狗啊！我真的不知道米哈游到底施了什么魔法。那也为了与时俱进呢，我们这次也更新了测试流程，有请新朋友须弥城跑图啊！我们拿夜兰呢在须弥城中走街串巷，一路从东北跑至西南，再跑回来，循环半个小时。这个测试啊相当恐怖。以前离月港 iPhone 13 Pro Max A15 开省电模式就能轻松60帧，现在可就不行了。须弥城你还开省电模式啊？这个帧数你直接就记了好吗？一代版本一代记啊，那咱们也就以后别谈什么征服原神了，哎，还是乖乖等着被原神征服吧。啊，真不愧是次世代跑分软件啊！开始测试之前，我们先数个毛。不管是13系列还是14系列，所有参测的 iPhone 原神分辨率都是一样的，高精度 740p， 低精度 589p。那由于 iPhone 这个低精度的分辨率啊，比安卓的中精度都高了，所以中画质测试呢 ，iPhone 我们会降低到低精度来跑。那不过这次测试呢，跟以往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新版本里面呢 ，iPhone 已经不像原来那样同一档位的画质比安卓高出很多了，
虽然 iPhone 有些 LOD 设定呢还是跟安卓不太一样啊，有些地方呢你能看出来 iPhone 画质依然更好，但除此之外 iPhone 和安卓的同档画质差别已经比较小了。那我们测试用了中和高这两档预设啊，撇开分辨率，两边的画质还是可比的。那这次呢我们也会以如上的画质来测试。好了，我们先来尝个开胃菜啊，看看 iPhone 14这个旧瓶装旧酒的 A15 机型相比上一代玩游戏到底有没有改进吧。好，先是25度室温300尼特屏幕亮度 WiFi 环境下高画质的标准虚拟测试。那这个帧数来看呢， iPhone 14啊显然比 iPhone 13 Pro 坚持的更久一些，降频来得更晚。看看这个 CPU 占用率，iPhone 13 Pro 呢在5分钟左右就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这个说明 CPU 降频了。而 iPhone 14呢在8分钟左右的时候才迎来第一次降频，那这个呢就说明散热能力的确有了明显的进步啊。测试10分钟之后， iPhone 13 Pro 已经很难稳定到60帧了，但 iPhone 14在16分半左右才真正掉下60帧，甚至在挣扎了几分钟之后，21分钟之后呢它又跑回到了稳定60帧啊。那整个半小时的游戏流畅度呢比起 iPhone 13 Pro 是全程保持领先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玩了20分钟之后两台机器的平均整机功耗。那 iPhone 14啊比起 iPhone 13 Pro 平均功耗大概高了 0.3 瓦，那可以说 iPhone 14更好的机身散热的确带来了更好的性能释放。但问题来了， A16 的表现会更好吗？那我们也跑了一下 iPhone 14 Pro 啊，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搭载 A16 的 iPhone 14 Pro 比起搭载满血 A15 的 iPhone 14并没有任何优势啊。虽然比起上一代的13 Pro 那确实还是略强的，但我觉得这更多是散热上的优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iPhone 14 Pro 相较于 iPhone 14不仅在帧数上没讨到便宜，功耗也高出了 0.4 瓦左右。看来 A16 的 CPU 啊，在原神这种负载下的能耗比甚至是倒挂的。在能够承载更大功耗的 iPhone 14 Pro Max 上， A16 的帧数表现呢倒也有所提升，但也只是跟 A15 五五开的水平。对这个表现啊，我实在是很失望。毕竟啊，安卓阵营这边也出现了像骁龙8 Plus 这样的选手，在 K50 Ultra 上我们也跑出了和 iPhone 14 Pro 接近的帧数表现。那虽然说功耗上 A16 比起高通阵营还是有着一定优势的，但安卓阵营年底也会迎来更新啊，那这个差距也有可能会成为近几年来最小的一次。不过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啊， iPhone 不是还有个省电模式吗？那我们一直都说这个省电模式就是游戏模式，那 A16 的省电模式能再次带来惊喜吗？很遗憾啊，这次的省电模式并没有再次封神。因为虚迷这个场景呢不光吃 CPU， 它对 GPU 也产生了一定的要求啊。根据前面的测试，这次 A16 的省电模式下 GPU 甚至比 A15 的省电模式还要弱一些，性能呢拖了点后腿，没法满足虚迷的需求了。帧数比起 A15 的 iPhone 14低了不少，但 A16 的 iPhone 14 Pro 啊，在省电模式下的功耗也明显比 iPhone 14来的低。那看来呢，这次 iPhone 14 Pro 上的 A16 省电模式真的就只是省电模式，省电但会牺牲性能。那我们还测了一下机身温度，那这几台 iPhone 玩原神的机身表面温度都在45度附近，这个其实不意外啊，因为我们当时在做能效曲线视频的时候就发现 iOS 系统里有借助机身表面温度传感器设立温度墙，所以 iPhone 的散热能力呢基本上就是看机身表面在45度时有多少热能够被导出来。我们看热成像图很容易看得出来啊， iPhone 14热的区域要比13 Pro 明显大出一块，热量也分布得更均匀，机身内部肯定是做了一些均热处理的。那到底是贴了石墨贴呢，还是用了均热板呢？这个啊，就要等到正式发售以后拆解零售机来找到答案了。那 3.0 版本的 iPhone 啊，已经很难说征服高画质了，那征服中画质行不行呢？中画质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不管是哪一台 A15 或者是 A16 的机器，开中画质都可以全程基本跑稳60帧，所以唯一的问题就只有功耗了。但很遗憾，在这个测试里面 A16 的两部机型功耗仍然要高过 A15 一些，那这个时候 GPU 的负载是降低了的，它们的差距基本就是 CPU 能耗比带来的。看来在原神的 CPU 负载下， A15 啊依然是目前的能耗比之王。那最后你们也别忘了啊，还有一个魔鬼测试在等着在座的各位手机呢。来，我们祭出30度室温300尼特亮度 5G 网络下的虚拟成魔鬼测试，不知道改善了散热的 iPhone 14系列会不会在这个测试里带给我们惊喜呢？答案是会。
之前 iPhone 最怕的就是这个魔鬼测试啊，13 Pro Max 从测试一开始就跑不到60帧，14系列的几款机型呢则可以都在啊前5到6分钟内跑到60帧的帧数，这个表现和现在做足了散热的安卓旗舰机相比也没落下风啊，这个还是我熟悉的那个 iPhone 吗？而且在这项测试里啊， A16 的两款 Pro 机型反而是最强的，不管是14 Pro 还是 Pro Max， 在降频之后20分钟到30分钟这一段，他们甚至比上代的13 Pro 和13 Pro Max 平均帧高了10帧以上啊，这代 iPhone 啊，散热这方面终于算是站起来了。而且这也说明呢，这一代不管是普通 iPhone 14还是 iPhone 14 Pro 系列，那散热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从原神的结果来看啊， A16 的游戏性能啊还是让我有点失望的，现在我反而是对搭载 A15 的 iPhone 14更感兴趣了，毕竟它的散热比起13 Pro 有了不小的进步，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做更多深度测试，来看看它们的理论散热能力有怎样的区别。首先我们来看看 3DMark Wildlife Extreme 的循环压力测试，在室温25度这项20分钟的测试里， iPhone 14跑出了 77% 的稳定度啊，而 iPhone 13 Pro 呢则只跑出了 65.5%， 很显然 iPhone 14的散热能力比起13 Pro 是明显更强的，甚至啊机身更大的13 Pro Max 也只跑出了 71.2% 的成绩，也就是说14的 GPU 持续性能轻松干掉了13 Pro Max。 那我们再深一步啊，定量的来看一下14系列的散热能力到底提升了多少，也正好看看14 Pro 的散热能力是否也有所改进。为此呢，我们也拿这四台 6.1 寸的 iPhone 分别跑了8分钟的 Impact 烤机，看看在25度室温下把屏幕亮度开到最低，最后一分钟持续状态下大家能跑到多少瓦的功耗。那既然大家都是机身45度啊，那这个功耗呢就可以直接去反映模具的散热能力。我们直接来看结果吧。好啊，14系列的两款机型啊散热能力都有所提升，14 Pro 和14几乎都可以压到 4.5 瓦左右，比起上代的两款机型进步了 0.5 瓦左右啊。看来苹果这次宣传的散热改进并不只是针对14普通版的，那 Pro 版呢也一样改进散热了啊，这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连苹果都开始改进散热了，不过早干嘛去了。哎呀，不过这个倒是让我有点期待 iPhone 14 Plus 的表现了，毕竟这么大的机身再增强一下散热搞不好比 Pro 还强呢，这个不就是 iPhone 8 Plus 的精神续作吗？之后啊我们也会买台14 Plus 来亲自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它真的给力。那除了原神之外呢，我们也测了负载比较低的王者荣耀高画质60帧，那这次 A16 的表现又如何呢？在王者荣耀里，这次我们所有参测的手机都可以轻松跑到高画质60帧，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呢就是这种中负载游戏状态下的功耗。那在这里呢 A16 的表现啊比起原神稍微好了一些，功耗呢基本上和上一代的 A15 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也只是和 A15 差不多，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惊喜。当然对手机来说啊，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续航，去年 A15 的几台机型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续航表现， A16 在日常使用状态下的能耗比表现究竟如何呢？这个就只有续航测试能告诉我们答案了。这次的续航测试我们进一步优化了测试流程，引入了和笔记本续航测试思路相同的一小时测试循环，一轮的测试循环呢包括10分钟的微信打字聊天，5分钟的微信语音，5分钟的微信视频，刷10分钟的 IT 之家，刷10分钟抖音，再加上看10分钟 B 站视频，最后啊还要玩10分钟中画质的60帧原神，跑完一个小时循环完一轮就再跑一轮循环，一直这样循环到没电。那我们全程开启 5G 关闭 WiFi， 屏幕亮度控制在300尼特，从充满测试到自动关机为止，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符合日常使用条件的续航测试流程了。那我们首先呢测试了四台 6.1 寸的 iPhone 啊，那这里面呢搭载 A16 的 iPhone 14 Pro 获得了最长的续航时间，6小时58分的成绩，比起上代的 iPhone 13 Pro 有了不小的进步。那一方面呢当然14 Pro 的电池容量更大了，另一方面啊看来 A16 在日常较低负载下的能耗比还是有进步的，那这个和之前 M2 的表现啊很像。而两台 A15 60Hz 屏幕的标准版机型续航相差就很小了，基本上就是它们之间电池容量的差距。相比 6.1 寸机型，两台 6.7 寸大哥13 Pro Max 和14 Pro Max 的续航表现显然要更强，搭载了 A16 的 iPhone 14 Pro Max 呢也成为了目前续航时间最长的 iPhone， 不出意外啊也会成为未来一年内手机续航的标杆。虽然14 Pro Max 电池容量呢甚至还稍微少了一点点，但看起来啊 A16 的低频能耗比还是有所进步的。不过续航测试里还有一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几台小尺寸的 iPhone 只比大哥 Pro Max 短了一小时左右啊。那看来 A15 和 A16 的能耗比在续航方面
真的是帮了大忙。哎呀，没想到啊 ，A16 居然在原神当中能耗比没超过 A15。看来虽然大核的能耗比有所提升，但小核超频还是带来了没法忽视的问题。好在日常负载下 ，A16 的能耗比依然是有所进步的。iPhone 14 Pro Max 的续航也会在接下来的一年继续充当领头羊。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 A16 的表现真的是不及我的预期的。毕竟对于苹果来说，只要进步幅度不大，那就是在退步。那去年呢，买了 iPhone 13系列的同学们，今年也可以完全放心了，你们的手机依然很强。另外，这次的 iPhone 14 Pro 系列终于加入了 AOD 显示啊，当然它和安卓阵营的 AOD 其实略微有些不一样。那 iPhone 14 Pro 的 AOD 呢，更像一个低刷新率的锁屏界面，包括通知啊、小组件啊、壁纸啊，都会显示在 AOD 的界面上，和安卓比较精简的 AOD 界面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也测量了 AOD 所带来的额外功耗。iPhone 14 Pro 开启 AOD 之后呢，会增加大概 0.12 瓦的平均功耗，而与之对应的三星 S22 会增加 0.11 瓦。那考虑到 AOD 界面的复杂程度呢，我认为这个功耗表现是很不错的。其实视频做到这里啊，结论已经很明显了，今年 iPhone 14 Pro 的进化更多是在于机子本身而不是芯片。灵动岛呢，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都是 iPhone 的 UI 逻辑近几年来最大的改变。那 AOD 的加入呢，也终于让 iPhone 跟上了 Apple Watch 的步伐。那影像系统方面呢，从七年前的 iPhone 6S 换上1200万像素摄像头开始，这也是苹果第一回再提升 CMOS 的像素，那它直接提升到了4800万像素啊。那散热上的升级呢，也是 iPhone 上的第一次。天哪，你想想 iPhone 都居然开始做散热了，这个其实对接下来的 iPhone 来讲是个挺重要的事情。所以 iPhone 14 Pro 呢，应该在很大意义上呢，会成为接下来五年 iPhone 的基础。好了，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们节目，别忘了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然后喜欢我们节目里面这次出现的鼠标垫啊，还有包括我身上这件衣服的同学，都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极客湾的店来看看我们的商品。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